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 Dan。 明年 1月 很可能会诞生 K-pop 史上最震撼的合作曲了。 12月9号， 根据韩国乐团有关人士表示， 防弹吉敏将会参与明年1月份发表的 Big Bang 태양的 solo 专辑。这是태양在2017年8月发表的正规第三张专辑 White Night之后 时隔5年的回归。而吉敏曾在2013年6月12号的 showcase说过， 因为喜欢 Big Bang 태양선배， 想要与他站在同一个舞台。 가장 동경했던 가수가 있었다면 아시잖아요, 누군가요? 태양 선배님. 태양 선배님의 6월 나만 바라봐입니다. 아주 먼 옛날 짝사랑을 한 적이 있었습니다. 태양 선배님을 한번 태양 씨요? 네. 예, 만나보겠습니다. 이제 여성분들이 좋아할 만한 머리 여성 있는데. 所以这次的合作真的可以说是蹭蹬了。当然目前只是乐团有关人士的爆料而已， 并不是YG或者是HYBE的官方声明。 但是因为这个组合实在是太震撼了， 所以已经在韩网引起了热议。 BigBang与防弹的合作太棒了， 是吧，这不是疯了吗？ 这一天竟然会来临。 两个人都是我喜欢的音色， 真的是没想到的组合， 好期待歌曲。 拜托，真的想要看到两个人站在舞台上的样子。 杜威们肚子要疼死了。 BigBang粉丝们与防弹粉丝们， 现在开始就要修身养性。 两家的黑粉们 会历代级的披头散发的涌入过来， 不看都知道， 一定又会像现在一样 假装自己是粉丝后挑拨离间。 对于태양与吉민的合作新闻，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我个人来说， 是我最喜欢的二代团 跟最喜欢的三代团的合作， 所以 너무 좋아요。 下个消息是， 今天12月10号， 女团TIANA成员吉恩 与韩国职棒选手黄杰俊结婚了。 而根据媒体报道， 结婚祝贺将会是由吉恩的好友IU担任。 就是想庆祝一下嘛。 再次祝福吉恩的结婚一定要幸福。